有一位开着三吨半货车的网友，在上班时间的途中遇见前方一位驾驶着红牌重机的水蛇腰妹子。从后方拍照片可以发现，她身材姣好，不仅骑着重机，更穿着超短黑色热裤，及背的红橘色短发也在背后飞舞，模样相当性感。她表示自己驾驶着货车，若在路上遇见重机骑士，都会秉持着不超速、不危险超车的原则，还会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。他还附上一张遇到重机骑士的背影照，这是今天遇到的重机骑士，一直不敢超过去。网友回应，也太漂亮了吧，身材又好，这有厉害到哦，顿号，不知道为啥，总觉得有几张脸的轮廓怪怪的，不过其他几张又还蛮自然的，脸蛋优的美女一个，我又恋爱了，好正好正好正，顿号，好漂亮，真希望看到更多她的照片，怎么可以这么可爱，真让人受不了，真的是值得一推啊，顿号，五官好深邃也蛮漂亮的，太完美，很有味道的女人，好正哦，瓜子脸，不过怎么台湾处处是正妹，怎么我周遭就遇不到，上天真是独厚，正妹们好羡慕好佩服，天生受到眷顾者，让人目不转睛啊，看来也有在当麻豆哦，女神级别，看久了还蛮美的，女神的美貌真的没有在开玩笑。